喂，是不是英姐啊？我是那个彭导，我现在在香港关楼下那边等你们。你们还有多久过关呢？好，拜拜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来，是不是？我拿着吧，我拿着吧，我拿着吧啊！麻烦大家哈，发个胸牌，好认得你们啊，要不然呢，个个那么帅，我就认不到的了啊。来，我来帮你，我来，大哥，挂这吧，好不好？嗯，好。啊，别弄丢了，你丢了我就容易找你了，知道吧？第一次来是吧？是不是第一次来啊？好，欢迎欢迎欢迎。好，来，第三行开始坐，然后箱子放下面啊。要吃要用的东西拿上去啊，箱子放下面啊，辛苦了辛苦了。帅哥美女坐好了，咱们车子再往后面倒，啊，尽量坐在车子上面啊。上了旅游车有没有觉得这个心也安定了？是不是？是。啊，好了，那么上了车了，首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啊，哎，我姓彭的，来了香港呢。啊，也记得一下啊，跟谁啊？跟彭导，啊，跟小彭游香港啊。我做咗呢个行业咧，用咗30年度啦。咁由92年开始做全职嘅领队，到后嚟咧就转翻做全职嘅导游。我们这个团呢、啊，其实走下来一天在香港，景点还是蛮多的。你们知不知道今天要去哪里玩啊？啊，四川人说要去哪里耍、啊。我哋接到一个团之后咧，咁啊就会了解一下呢个团咧。佢由我哋國內邊個省份落嚟，因為正所謂各處鄉村各處嚟。譬如話，如果係北方嘅客同埋南方嘅客，咁或者我哋喺語言上面講嘢嗰方面咧，就要有少少區別嘅。當然係聯絡咗個領隊先啦。我哋對一對我哋第二日嘅行程，個團入邊有冇老人家、細路仔啊，諸如此類嗰啲問題。可以啊。你拿點吃吧。好了好了，拿好東西，我們下車啊。有垃圾要丟下啊。是你媽啦，是吧？哎呦，挺像的，真的。来来来，有伞拿伞呢。来，跟着哈，跟着跟着跟着。第一次咁大雨啊，真系第一次啊！譬如话落雨啊，或者系打台风啊，咁啊就台风嘅话咧，就有啲行程就会取消咯。不过如果你挂8号波嘅话咧，差唔多全部都取消噶啦，叫啲客咧留喺酒店嗰度休息咯。唔夸张。唉，好啦。突然起来的一场的黄色暴雨啊，乡里面全部都搞到失身了，全部失身在香港。其实目的都系令到啲客对我系有一个比较深刻嘅印象啦。我哋嚟香港咧，最主要系我负责，咁我哋嘅责任咧就尽量令到啲客开心嘅啫。四位。那边两张，这边两张，四张桌子啊。其实而家咧，我哋中午咧食饭时间都算系几忙下噶。安顿咗啲客之后咧，我就系咁要食少少嘢咯。冇办法噶啦，你做嘢系咁样噶啦。通常我哋都有个导游席嘅，坐低饮翻杯茶，咁啊食少少嘢，扒两啖咁啊走噶啦。习不习惯啦？这个习不习惯啦？习惯是吧？夹一点吧，夹一点，对。来来来，过来拍个团体照。来来来，我们的美女帅哥来。啲客自由活动嗰阵时咧，我就好少话坐埋一边等啲客翻嚟嘅。我通常点样都好咧，都会行埋去啲客度咧，同佢哋打个招呼，我帮你影张相啦，做翻少少服务咯，咁样。来，一二三，举手！
其實九二年嗰陣時，我係諗住做領隊入行嘅細路女啊嘛。嗰陣時就係覺得誒、又有得去玩，又可以揾到錢啊，見識多啲，咁咪就係咁樣入咗行，非常之喜歡旅遊嘅。咁因為你一出到去出邊人哋個國家，你會體驗到人哋嘅生活咯，同本身自己喺生活圈子當中嘅區別都好大嘅。大概去過58个国家咯，當中包括自己帶團啦、自己去旅行啦，同埋啲朋友出去玩啦。呢度咧其實係基本上我30几年嗰啲旅遊收藏嚟嘅。呢、這個咧我記得係摩洛哥嘅，因為摩洛哥有一隻係叫做類似係我哋中國人嗰啲瓦缸燉雞啊嘛，幾野味嘅。咁呢個係佢嗰個煲仔嚟嘅。去台灣咧我就買咗好多呢啲啊，佢哋叫星沙。咁你細心啲望咧，其實入邊咧嗰啲沙粒咧，我見到好細個好細個嗰啲星星嘅。呢個野樓嘅特色嚟嘅。其實喺旅遊業最鼎盛嗰陣時咧，差唔多我哋一個月咧係帶緊2个团到3个团出去出邊嘅。一個團都係講緊咧30几40个，嗰陣時啲客人咧報名都係好爽快嘅，成個機場都係人山人海嘅。因為做領隊一行開嘅話咧，差唔多由5、6日到10几日不等啦。咁加上咧拉尾因為誒結咗婚嘅原因啦，咁我覺得咧要揾翻份本地嘅工作比較好。適逢我哋2003年非典之後咧，非常之多嘅國內嘅遊客落嚟香港，咁再加上我覺得我自己普通話都 OK 嘅，咁變咗咪喺嗰段時間就轉咗做本地嘅導遊咯。翻翻咗香港之後咧，你由第三者嘅角度睇翻自己嘅生活咧，其實喺香港生活係非常之幸福嘅。我的那個普通話你們聽得懂嗎？可以、也是很普通的，有沒有人聽？你聽不懂啊，大哥？啊，听得懂啊，好、哦，那肯定的，碰到交了学费就学的，啊，就是你不交学费是不行的啊。OK， 那我呢，正所谓入乡随俗，咱们讲一点点我们香港的风俗习惯，好吧？因为各方水土养各方人嘛，尤其是咱们上旅游车，你有没有留意到我们的车方向盘在右边呢？对。啊，我哋喺车度会介绍香港的美食啦。邊個地方會出啲乜嘢啦？啊，嗰個地方係商業區啊、工廠區啊，或者香港人買餸嗰啲地方啊，咁都會略略咁講一講嘅，俾到啲遊客知道咧，其實香港人啲生活咧，大概個範圍係點樣樣。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，香港多个口岸暂停运作，航空公司削减航班，使得访港旅客人数锐减。香港旅游业寒冬持续。新型肺炎疫情持续，旅游业界亦都大受打击。经历过疫情之后咧，你发觉到咧，其实越大间嘅旅行社越难生存。以前咧，我哋做大间旅行社嗰阵时咧，就觉得系一件几有面嘅一件事。但系嗰3年嘅疫情，其实正正系睇到咧，原来你做旅游翻唔到去以前嗰个咁高光嗰个年代啦。所以在那段時間，我自己都試過做其他行業。我讀了一個保安課程啦，咁啊做過保安啦，咁亦都係試過一啲嘅五星酒店嗰度做侍應啦，亦都試過去疫苗站嗰度幫人哋做登記員，做過一啲嘅餐廳或者係麵包店啊咁樣。唔簡單嘅，即係嗰啲體力勞動係相當之大嘅。所以你人哋話咧做餐飲行業嗰啲人咧係辛苦嘅，我都認同嘅，真係嘅。你唔做嗰行，你唔知嘅。始終自己做咗20几、30年嘅行業咧，好難去捨棄佢咯。咁自己問心嗰句，我的而且確亦都係中意做呢一份工。咁變咗，我覺得既然而家呢個行業復甦啦，咁點解唔翻嚟做啫？係咪做生不如做熟啊嘛？低價團生存到，因為佢有咁嘅市場啊嘛。的而且確好多長者咧，佢一生人當中就得一個願望，我就係好想落嚟香港睇下。咁既然你旅行社有啲平團嘅，咁我點解唔可以跟啫？你唔可以因為個客係5000蚊嘅客，佢就係一個好嘅遊客。個客我1蚊嘅，就唔係一個遊客。咁再我覺得咧，我哋嘅作為一個導遊，我哋要平衡嗰個心態咯。我帶咗班四川嘅老人家，係汶川地震嘅，好意外地，佢好多人都走咗，咁佢自己就單身一個老人家落嚟呢度嘅。成個團嘅行程去到維港邊咧，我哋行星光大道咧，佢就對住個海喺度抹眼淚啊！
就喺度喊。咁我哋就行埋去問佢啦，做咩嘢事啊？咁佢一路喊就一路講，佢話其實咧，我哋本身出嚟旅遊咧係一家幾口嘅，咁但係一個地震咧，好多人就走咗，而家就得翻佢一個人。佢話我呢世人咧，只係得一個心願，趁自己咧有生之年可以過嚟香港呢度睇下，因為呢個地方係屬於中國嘅地方。咁通過呢件事，我就知道咧，其實每個落嚟香港啲客人咧，佢對香港其實有份期望嘅，即係你除撇除咗購物之外，佢對呢個地方係有感情的。而那份感情是我們是估計不到原來那麼深厚的。在做領導的過程其實都遇到很多不開心的事啊，被人誤解啊，例如過時過節你一定不會在香港的，因為人家放假的時候就是我們出去做事的時候的了。另外就是客人的不理解咯，沒辦法，你遇到這些客人盡量可以解釋的就解釋了，解釋不到的算數了，闊達一點，人要闊達一點，有一句這樣的話，你在哪裡跌倒在哪裡站起身，令到我是在這個行業堅持到下去咯。接着为您播出《笑逐颜开》。